别睡了。你说你可怎么好？这四姑娘五姑娘都没你这么瞌睡。袁叔，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二叔啊，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啊。哎、来，哎，二叔，哎，我昨天在这儿念书呢。哎，小公爷，你怎么叫起二叔来了？啊，我们两家祖上有亲，到我们这一辈儿，我正好就是侄。啊，二叔，这是盛家的小六。六姑娘。二叔安好，不好耽误了。庄学究又见人迟了，定要处罚的。但今日学究不会早到，已经困了，回去瞌睡半盏茶的功夫再去也好。小桃，哎，照顾好你家姑娘。是。友们，那我们先告辞。嗯，走。好了，姑娘，这下拿着二哥的意思，你就再靠着我瞌睡一会儿。你还真当瞌睡呢？二哥哥那是为了，那是在帮我避嫌，怕旁人看见我与小公爷同路，免得牲口上是非。放开小公爷过来了，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你下次再这样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